这首送给我们现场所有在宜兰以及我们所有的朋友，当你听的话双手借给我们，跟我们一起摇摆好不好？这首温馨的给我刚刚出现可以送给宜兰，然后感受到让我们可以重建起灾后，让我们每天有一些新希望，再过新的一年。请你们有手借起来哦。雨的气息是回家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就像面包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。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采美好的2020年，谢谢你们。